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谢国成今天在出国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人的送行，他将先到 Gary 去督导世界青少棒赛中华华金队的最后几场比赛，然后他要飞到 Williamsport 去督导中华巨人少棒队在 Williamsport 参加世界少棒赛的比赛。他预定九月一号返回台北。他认为我国两支少棒队在国外都有很好的表现。